可以再烫一个，随便我都可以。要烫吗？烫。蒜蒜，跟古早味香肠，是一点午餐，不是第一餐，是一点午餐。一点午餐是你们自己偷吃的，对我来说是第一餐。你们今天没有吃面包，嗯？你有没有吃了面包了？我吃一口而已。一点午餐。昨天的书记大哥推荐的小豪州牛肉沙茶锅，可以帮我点那个吗？可以帮我点那个锅吗？对，不到十个小时又吃一个锅，预战。有变小，因为它看不出来，因为它只有在变脸以后还没有变小，好像有一点小啦。就是变大了。嗯，我真的不懂哎。不是吗？是啊。像就是跟我们刚才差不多，一样子。特调酱汁。小豪州特调酱汁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甜不辣。
火锅精华冻豆。昨天吃的全伟家胖店太好吃，好吃到今天饿来买，在台北之前赶快买起来。一点，一点，然后一起喝，好不好？玉成水果冰。鲜瓜汁，好纯，很纯啊！我的鲜瓜汁，要钱吗？我们受光了。要钱吗？没有，我只喝了十块牛奶。好，好啊。现在热到，下面最后一个行程是美术馆坐着。对，美术馆的大厅坐着。然后热到一定要买西瓜吃。这家，这家吗？看不出什么东西都给他会听。西亚，很棒，很棒。不是我来说，他进去。不是你在说，那是谁在说？来啾啾。不是我还说，大家都在那门。好凉。就是我想要坐在这边拍。对，我觉得坐在这边拍，就一个假装是美国西城感觉，但其实是台南。懂我意思？那有可以吗？对了，可以这样子。你不要这样做，你脚跳一短一长，一个放上面这边，放上面这边，对对对，然后另外一个脚放长，然后朝你的正面，不要朝我，我去我没养成，朝你的正面好吗？脚朝你的正面，脚不要收进去，缩起来的脚不要收进去，我是那个台南 step， 你姐亲不爽。我也不爽，什么时候才可以进店？好了，好了，现在拍进去，要拍一直拍好了。进店了，要进店了。有看到漂浮冰咖啡，就需要点漂浮冰咖啡。
还有很像卡亚托斯特的陈耀勋吐司。红星芭乐是不？嗯，红星芭乐酱。这次的重点是红星芭乐。冰淇淋掉下去了。那是有撒出来。嗯，它冰淇淋好。哎、欸，它咖啡很挺哎、欸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坐过来一点？放这里，放这里，对对。这样大台都入镜好不好？今天晚上吃冰淇淋。因为风太困了，就把它吹走了。哇，好呢！怎么会那么快？它都要进站还要那么快？